今集就请咗滑板教练 Enjoy 陪我一齐玩滑板。滑板喺上届亚运正式亮相，今届分成公园同街式赛。虽然香港代表冇完奖牌，但系随住滑板运动登上国际赛舞台，亦都令到越嚟越多人对玩滑板有兴趣，包括我。咁 Enjoy 第一步我最想学嘅就系点样可以揸板揸得型啲咧？首先识得拎起块板先啦，嗱我哋只脚趾摆个尾度，之后放定只手踩落去。 一步成功，拎起其實塊滑板點拎都得嘅。但係我哋滑板文化入面有一個叫做魔 grab 嘅嘢，將隻手擺喺呢度咁樣捉實。我哋就係攞嚟笑一啲唔識踩滑板嘅人，佢哋成日一入個魔嘅時候就會咁樣捉實。但係其實就冇乜所謂嘅，都係搞笑下嘅。只要你揸住塊滑板就型啦，其實係冇型都得。 即係依家市面上我哋見到嘅就有可能有Penny啦，有長板啦，佢哋用嘅轆就會比較係用啲臨住式嘅轆，咁行一啲凹凹凸凸嘅地方就會易啲行，不過就唔係放一啲跳起嘅動作。原來用左或者右腳踩上滑板上面都有唔同嘅叫法 ，regular 咧就係左腳踩上滑板上，而我用右腳就係goofy 啦。 学识完踩直路之后，系时候挑战下其他花式啦。就系落一级石级啦。一开始咧，两只脚都上板，就觉得有啲失平衡，成个人摇摇欲坠。不过勉强都算完成啦。拍今集之前咧，大家都祝福我冇扑啦，我都不负所望咁冇扑到嘅。 咁多得 Enjoy 搞得好啦，我覺得自己踩滑板好似幾有天分喎。下年奧運就趕唔切噶啦，再下屆啦，我會努力練下噶啦。